聪明的孩子，真像，真像我死去的女儿。打搅你你的名字叫湘君吧？湘君，等等，我要跟你去。湘君，你不要去。你又要来管我了？你不要去。你别管我的事。你听我说，怎么回事？妈妈，请你照看一下。妈妈。
我想妈妈她一定是这样擦唇膏的。湘君是谁？是谁呀？湘君你是谁？是谁？你在哪儿？湘君是谁呀？是我。啊，你在哪儿？妈，到妈妈这儿来，快！妈妈，来吧。没关系，过来。那天晚上，湘君不但没有回家去睡觉，而且在城里还发生了许多怪事。这是？是湘君的妈妈。看上去，很像是在镜子中消失的宇宙人。湘君，你在哪儿呢？湘君，你在哪儿呢？湘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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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湘君。城里发生的奇怪的事情，就连麦克队也不知道。湘君，千万要挺住，麦克队会救你出来的。是马查拉斯星人。什么？是马查拉斯星人？马查拉斯星人生活在镜子的世界里，经常绑架人类的孩子。哦，我的天哪！湘君在镜子里，湘君可能回不来了。难道没法救他吗？嗯。啊不，我理解你的心情，但这件事无法挽救。真是岂有此理！湘君。
湘君，站住，不要去。这件事我不能不管。那是马扎拉斯星人，即使你去那儿也无法把湘君救出来，说不定你自己也回不来。没有试过谁知道。凤云，我一定要把湘救回来。别这样呀。是我的女儿，马特拉斯星人，把香还给我。你对我妈妈说些什么？湘君，跟我走。背和他，把这个男人赶走。破坏我们母女的幸福吗？湘君，走，我们走吧。可是凤云哥哥，湘君，是他重要还是我更重要？可是我，走，走吧。哎啊，如果我能走进镜子世界里，当然我也能走出来。你看这漂亮吗？真漂亮，给你。给你这个。哎，谢谢了，再去摘点吧。那不是你妈妈，妈妈，她不是你妈妈，妈妈救我，快走。妈妈，湘君，妈妈，湘君，妈妈，妈妈，救 我没有骗你。妈妈，快回去吧。妈妈，救我，妈妈，妈妈，
湘君，你快看看这到底是谁。湘君，妈妈，妈妈。湘君，你好好看看这镜子里的人才是你的妈妈呀。啊，你别想活着回去，也别想走出镜子世界。维克托，维克托，啊，走。你看看这镜子里到底是谁。想把湘君带回去之前，你先看看镜子里边吧。这边来。不，湘君，你说什么？不行，你不是我的妈妈。你要真是我妈妈，就会爱护我和通哥哥。湘君，湘君，你要干什么？你别想把湘君带走，她太像我死去的女儿了。雷欧，你彻底毁坏了我的幸福，我恨你。雷欧，去死吧。
雷欧，将军，将军。镜子里的那个宇宙人也看到香了，我想他一定也很悲伤。当然可以理解，但绝不允许这样。妈妈，湘君。